有一位是师姐，学佛已经20几年了，最近几年却迷上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，只说念佛往生不那么简单，所以他希望来世再为人。我与几位同学直劝他先求净土，再成愿再来，可是他仍不听，怎么办？如何跟他说才好？请师父指示。各有因缘，他来生去做人也好嘛。应顺法师成愿再来，来生再跟他学，好好学嘛。那么我们相信，也许来生后世，也许多生多劫之后，他还会念佛求生净土。那你要是好好的专心修净土，你到极乐世界将来看到他来了，哎呀，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？